故地重游，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惊喜？08年10月18号，没错，10月18号，开起来多少钱？那天都在这儿，我那天翻过了。送走学员，年近古稀的他还能不能坚持手艺的传承？沙县小吃的上市对他们来说到底又意味着什么？我想快两三年就可以上市了。稍后请继续收看纪录片编辑室乡亲们的生意之沙县小吃。这个店是我们的店，往外开是吧？啊、你好，这现在生意挺好啊，菜单也不一样啊。以前你打的菜单都是，哦，拌面、馄饨、饺子都是三块。那你现在现在有以为那个灯箱，这个灯箱有吗？有啊。这是我们第一家店。对，这是老板的第一家店。08年开的。08年10月份吧，08年10月18。嗯，你看这本子还在这边啊，在这儿啊，这做纪念的。你看，这不是这本子，这不是08年10月18号，没错。10月18号，开起来多少钱呢？这都在这儿，我那天翻过了。你这边还收藏起来？全都在这儿。这是买的第一个本子，从第一天开始记的，这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全都在这儿。那时候我们到这边做的时候，这两边的门脸没这么新，刚开业的话，有的客人也不知道。我们这边有个店，所以说业务上流水不是那么好，每个月10000多块钱就够房租，房租就已经8000-9000了，还水电费了，还员工工资了，我们基本上就没盈利了。那个时候，罗光灿和妻子辛苦经营了大半年，却赚不到多少钱。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，罗光灿也想过关门回沙县老家，但那股不服输的精神让他坚持了下来，并最终度过了难关。从第一家沙县小吃夫妻店，到现在全国唯一的沙县小吃酒楼，罗光灿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。为了使沙县小吃将来能够向洋快餐看齐，父子俩开始筹划一次秘密的行动。快餐小吃，啊，小点心。乐向森精心准备的夏令营午餐大受孩子们的欢迎。味道不错，品种也挺多的。午饭过后，小徐母女和小姚也结束了短期培训，即将要离开了。有什么不清楚就发 QQ 过来。啊，你们每个人都给你一张秘诀吧。啊，那里面那几个号码你记住可以了。嗯。在那个基础上，你变通。我现在教你的是基本入门了，然后你自己发展，都能打出自己的品牌。哎，是吧？还有点远。那慢慢来吧，这个。你还年轻嘛？这个东西就慢慢来，就是刚才上我们讲的“弟子不必不如师”，他讲的是吧？要比他更会把这个师傅拍在沙滩上，你就搞定掉了，你就不行。这南瓜饼那种啊，哎，这个该带一点，就不当另外做货的啊。好。你超过时间，这两天去吉野家和麦当劳那边去取经一样。去找去请教他们一下，把我们的那个，整个系统稍微给它改进一点。麦当劳跟肯德基呢，它是主要卖汉堡，是有点类似于西餐快餐里面的西餐的，所以从菜品上来说，我们跟它没什么可比性。我们主要是去吉野家看一下，因为它跟我们菜品比较接近。那你就先去吉野家去看嘛，以它为主去取点经了。是吧？对，先到他那边去，先去考察去。啊。虽然管理理念截然不同，但共同的奋斗目标最终让父子两人消除了分歧。就在罗辉偷师洋快餐的同时，
从之前有意投资罗光灿店铺的基金公司也传来了好消息。有组织叫我们先做十个店，在后期他来跟进。后来呢，我跟那家基金谈了以后，那个基金总裁他有兴趣，他说这十个店他来投。有了资金支持，罗光灿对上市充满信心。那沙县小吃目前在北京已经有3000多家，沙县小吃，其中有1000家做的规模相当不错，上海也有好几千家，杭州了、广州了这些地方都很多，但是现在就是没有给它整合起来。如果整合起来的话，我想很快2-3年就可以上市了，很快。结合洋快餐的管理方式和自己以往的经营理念，又有了基金公司的支持，罗光灿父子决定着手筹备10家标准店中的第一家店。为此，他们特意选择了2种新的菜品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尽管这一期培训班只剩下来自江西的学员小王，但乐向森依然教得非常认真。一般加水就在50克就可以了。冰水可以。啊，冰水50克就可以了，100克太急了。香，会吃水。我对这市场需要，外面市场需要是什么我不清楚，所以我要搞一个培训。我今年69岁了，说不好听点，什么时候去出国也难说，啊，我就说出国就出各国，去马克思，我就带徒弟，我起码这个记忆不断绝掉。然后我们首页这几个内容呢，你看它的。而在北京，罗光灿父子俩的第一家标准店正在紧张的筹备中，父子俩分工合作，罗辉负责网络宣传。而罗光灿负责店面装修。贴树的不好看，他是小玉没告诉你啊？没有，他是本来是竖贴横贴的好看。腾弟，这网站我们已经修改了好几次了哈，但是有些地方还是没有修改到位啊。在父子俩的共同努力下，标准店即将开业了。对于这个新店，罗光灿有很高的期望。租金比较贵，这租金就相当于国贸那个位置那个单价25块一平米，它这边人流比会差于国贸那个位置，人山人海，你到盘网来看一下，在赶集啊这边，哗哗的实在多人。哎，怎么倒了？罗老板，这倒怎么讲啊？倒的话，我们福建就是说，钱到了来了，有钱了。停到了。快上那边啊！我们坐吧，啊，稍等啊。开业第一天，生意并没有想象中火爆。罗辉于是决定想办法扩大宣传力度。每个加我的，他都有一个添加自动回复的哈，啊，有个活动，啊，收集在朋友圈里面收集20个赞，可以赠送烤猪蹄1份，啊，截止。对于多数的沙县小吃业主来说，上市是一件遥远但又值得期待的事情，但眼下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对，还是之前那个标准菜。在拍摄即将结束的时候，罗光灿告诉我们，他已经开始准备建立沙县小吃的全国配送中心。前期先做了，看市场的推广程度怎么样。走了来了，我贴单了就叫流水的救援。乐向森新一期的学员也增加到了6个。您现在还没开始建嘛，对吧？这个楼啊，就说我这边如果说我是希望能拿到一个门脸，是这样的。门脸的话，罗辉则准备去考察大工厂餐饮区的沙县小吃股份合作项目。乡亲们的生意都还在继续着。